来了，兄弟姐妹们哈，我的个乖乖的，这是我见过最大的海葵啊！有好多小伙伴问我啊，海葵是动物还是植物哈？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海葵是无颈椎动物啊。如果进来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也是第一次见，能不能给我点一个免费的赞，加以关注，看我直播哟。好吧，朋友们看一下，这是刚刚挖的那个蛋，看到没有？等一下我们就把它挖出来，特别大，有没有看到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蛋？手机有点点个小红心，然后关注我们，我们正在直播中。里面应该还有个大的宠物啊，应该是宠物蛋啊，一定要关注才能看到我们精彩户外直播。我去，真的特别大，特别圆啊！点开右上方加号看直播。有的朋友一进来就给双击了，因为啥呢？因为他知道给别人双击作品可以提高自己账号的活跃度啊，没开通直播权限的，有助于开通直播权限。看看我的妈，今天挖到个啥啊？有认识这是什么鱼骨的吗？可以评论一下子啊，给个关注。兄弟姐妹们啊，随着天气的慢慢变暖啊，平时看不着的一些海洋生物，现在全都能看着了。我的个妈，这是我啊，今天走在海边一个水网里边发现的那么多的海龙鱼啊。这下可发财了啊！如果你们现在躺在沙发上连接着猫的情况下，请留下双击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喽。